出发是为了寻找最初的味道。1月13，笃现台湾，格兰利威。有一种紫，遇见就无法忘怀。1月13，笃现台湾，格兰利威。在星海深处，我发现了一座教堂。1月13，笃现台湾，格兰利威。用时间描绘醉人的琥珀色。1月13，笃现台湾，格兰利威。